古老的街道弃杀了历史的尘埃，旧旧的路卡器留下了历史的印记。历经沧桑的老街，好亲像你讲到曾经的辉煌。接下来的时间，咱就通过镜头去找老街旧时阵的记忆。欢迎来到顶闽南通天下，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今天的闽南通节目，我是丹青。讲到临海的白水，大家想到芳苏甜脆这贡糖，也唔过啊，伫白水唔干那有贡糖，也佫有陪伴所有的白水人行过风风雨雨的白水老街，伊温暖着真侪代人的记忆，嘛是真侪白水人的享受。今仔日啊，丹青就要带大家来到临海的白水老街，到阵来去行行看看。白水老街是伫个临海市白水镇的境内，挖近九龙江支流南区。这个原名叫做白水营，又叫做碧溪，是闽南历史悠久的古镇老街。400多年前，这个原来是一片青石滩土地。明代的时阵，西固龙溪关石米村的水上的居民黄氏一族，经常过船来这地规避风灾，慢慢的就逐渐成为一个小村落。观众朋友，虽然讲担心不是第一摆来白水，也唔过啊，这白水老街真正是第一摆来，所以讲唔知道为得了惊起吼，嘛伫只请到对这白水老街非常有研究的一位陈贤来到咱的节目当中。陈贤你好，主持人你好。陈贤今仔日就麻烦你带我甲观众朋友啊，到阵来这白水老街行行看看的吼。陈贤，我拄只咧甲你讲话的时阵吼，你甲我讲要行白水老街，一定得对这个安怀宫开始行去，为什么呢？因为白水安怀宫又称作王爷庙，是一座历史悠久、纪念威震万海三位王爷皇宫为者闽南纪念的一座宫庙。因为在元末清初，就是400年以前，原来白水这片是一个土滩地，古闽越的河域，咱历史上讲淡面，连接渔船来遮靠的。哦，第一站是淡面啊，靠的周围。因为因信奉这个王爷是海上的保护神，将这个王爷起一个王爷庙，对不对？这王爷的名是王爷以三姓王爷，一个姓张，一个姓李，一个姓朱。渔民在当面呢，伊将伊当作伊的保护神，所以起一个细细啊的王爷庙，大家就建好。所以呢，有了这个王爷庙，是咱白水古镇的发源地，也是发祥地。以后因为这个王爷庙慢慢啊，在遮已经渔民在遮进行维山建业，并且讲团结一条心，打赢了当地的鱼霸，就赢了当地的鱼霸，又在遮建业，所以这个所在叫白水古镇，叫白水营，伊的起源就伫这个来历就这个。所以有这个讲法。在乾隆丙寅年，那这个乡绅陈应奎献头前这片土地。重建大田顺府，就是现主要命名叫安怀宫。所以咱行进白水古镇第一站，一定要来看这个安怀宫。安怀宫，因为这老街的形象都是对。这是一个发源地的感觉。行出安怀宫，庙后就是白水老街。
1927年，白水市政长陈发志主持白水街道的改建工作，并且聘请了葡萄牙的传教士参与总体设计和规划，拆除了旧的店面，拓宽了街道，按照集市的功能统一规划，建成了东西四直、南北四环轻街、唐街、美街、中街、新店街、新顺地街、西巷街、淮街、庙前街等18条街道。一条一条的街道，拢是用路卡器的形式来建筑的。街道的路面全部铺水泥，街道的双边有水沟，街街相通，沟沟相连。无论是落偌大的雨，半点钟以内，街道的积水完全排泄了。也毋过，时间慢慢啊过去，即个已经看袂到曾经闹热繁华的场面。大家人只会当是为老大人的回忆当中来找迄段辉煌的历史。对，我记得当中，阮白水鱼鱼是一个繁华的所在。对，你赶鱼的鱼日，十日当中有四个鱼，初二、初五、初七、初十。对，你这个四个鱼的当中，甲明仔时啊，9点外至11点左右，按大妈庙甲南市这个两条街路。对，最闹热的时阵啊，阮做囡仔记忆当中，就客家人煞盘客。伊个集市个繁华个程度是全全人山人海。主持人，我即阵带你来看咱白水个老街。这条街叫什么名啊？这条就是叫中街。中是中央个迄个。中央个中。敢会叫这个名？伊原来咱白水在1927年吼，建这街道有四环四街。啊，中街正正是咱这街路的中轴线。是第一中央的所在。白水营在你这路建筑在铺垫的时阵，在街路的时阵，对这条街开始建基。对这条街开始建基，所以伊在中轴线以后，这条中街是应该啊，你卖海十倍啦。以前就伫遮咧卖物件。你卖物件，卖物件，因为这条街伊最早建的，所以非常低啦。你看，所有白水的这街道都这条中街最低的。对对对，就是感觉规个这个街道是真规整的，我感觉。吼，非常光景啊！边啊，你看两边水沟、白水拢布局拢真好。啊，因为70-80年啊，所以现在还建非昔比啦。是的，感觉即阵店面较少啊，是不是？啊，已经店面全部拢外移出来，只有徛个。啊，当时咱白水在建的时阵，有四环四长的街道，有18条街，每一条街拢有伊个特色。分门别类，今年某一搞也是。好，咱继续来去行看看，好。所以咱即阵行的这条街路已经不是中街啊，这条叫做新店街，为什么会叫这个名？伊当时这次形成的时阵吼，已经交通水路交通已经有货轮啊，就是咱现在。叫电船啊，交通从厦门去到外地，完全是在溪流坡啊来遮交易。所以这条新店街专门就是咧卖这布料的。卖布啊，甲做衫啊，做裁缝。哦，嫁伫遮。嫁伫遮。所以这个就是咱白水比较闹热的所在，一条就真主要的。知影讲要买布，要做衫，就是来。就是来新店街。所以呢，真侪做生意人都是来遮开店。开了是一个新的店，所以叫新店街。所以这名是为安尼来的。所以哦，咱遮伊这个骑楼的建筑物有几间玻璃甲非常完整。具有西方的这个建筑风格。有咱闽南的这个骑楼的这特色。对对，我感觉遮的这个建筑甲咱拄只行的迄条街路建筑，各有嘛无像。所以伊这条街原来是非常漂亮的一条街。因为伊卖拢是在轻工业产品啊，在纺织产品啊，所以呢，咱南北生产要顺水啊，所以这条街吸引真济在顾客来，所以体验讲当时在你几十年以来，这个白水集团的这繁荣，这里也是一个见证。
见证个个一个青年。对，好，咱继续看卖。沿着新店街行到底，伫路口无偌远的所在，啊，阁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庙辟荣经。即阵的古庙早已经整修一新，但是庙内留落来的古物，却咧讲着伊传奇的往事。大门边头有一对石狮，石狮的嘴内含着石球，一开一合，开嘴的石狮，囡仔的手会当伸入去内面，摕石球转动，灵跳一对石灵跳，心灵非常活灵活现。辟荣经又称作是大妈庙，开始是建伫个清朝乾隆甲祖年，也就是1744年。庙内侍奉的主神是伫个闽南真出名的公祭先妃蔡妈夫人。几百年来，蔡妈神威显度，香火真旺。伫个庙门的外面，还佫有一位石碑，唔呐记录了大妈庙长寿的历史，而且也是民国时期白水老街商贸分支的重要建筑。根据陈贤介绍，这块石碑雕刻的是当时白水老街顶面关注重修庙宇的各大商店的店号加观赏的数目。虽然岁月模糊了石碑顶面的文字，但是这真有闽南特色甲商业气息的名，也是予人有一种穿越到过去的感觉。离开了辟荣经，远远就会当看到。伫个街路边头有一栋建筑，顶面刻着“人民邮电”，非常的响目。陈贤伟拄只遐行过来的时阵，我就有看到咱后边这个“人民邮电”，敢讲这是咱白水第一座的邮电局吗？伊这间叫白水这个邮电所。当时在你建国初期，也是50年代到90年代。为白水广大群众的通信、汇款、甲机关、体事业单位的电报、电话，承担着真大的功能。在你2000年以后，就迁去外口重建啦。但是在这个50年当中，这个会徽啊，为白水的国民经济甲人民生活的便利哈，带来真大的这个发展哈。但是呢，这有点少，只有四个人尔。一个所长，一个即个业务员，一个报务员，上面接电话甲发电，甲一个油车哩分配，四个人，无简单，90年代尾期以后，即个油电所甲重新建一个新的油电大楼。所以就无伫遐食。所以即个50年的岁月啊，为白水人民立下真大的功绩。所以咱今仔日只有看到伊这个是这外表尔，但是建国初期一个怀念的所在。即阵已经基本上是空掉吼，荒废啊。这条街呢，这条街有将近要到200米长一个叫米街啊。米，咱家的遐米，大米。但是啊，咱白水这个属于在九龙港南溪左岸，是一块真海边缘。但是呢，就下侪在水稻啦、五谷啦，非常丰收，所以这里是山乡甲边缘的粮食的交易区。所以啊，卖些饲料啦，卖些粮食啦，在其他的各边交流，拢是伫这里，所以大称作米街啊。所以叫米街。所以这条米街啊，甲新店街，这拢是比较繁荣的所在，这是拢对人民的生活比较必需的，必需的用品。咱讲家亲徛营，迄边新店街迄边是亲，这边是家的，包括庙前街哈，咱头前这条庙前街也是主要是在饮食啦、广告啦，因为伊庙会咧活动的时阵，需要在饮食啦、在广告店啦、在洗澡店嘛来进行配套。好，咱继续去看卖，阮遮个街路咧，以前交易个名，有叫做汤街啊、米街啊、
后粿仔糋、哦草仔糋，这拢是伊卖物件的集散地来命名的。我着米粿，这条叫做番粿，听起来有淡薄爽，但是伊却有真多无爽的所在。徛伫个番粿四十一号的门口，好亲像时间停留伫个一百年前。相款的两层的小楼，却是典型的落卡器。对层的立挑是红砖砌起来的，甲隔壁的其他楼层一模一样，充满浓厚的闽南特色，也毋过却无甚物变化，好亲像嫌这种精髓唯一的模式太过单调了。设计师将伊的财情甲主人的财力，尽情的展现伫个一楼的天花板甲外墙立面的顶面。墙顶镶的花砖，听讲是来自欧洲，非常的名贵。离第一站甲第二站之间，微微长长的曲线，就是龟地木雕。时间久了，木纹也离开了，但是却离袂开伊的形状。一枝一叶，亲像昨日才刻起去的。离伫个无偌远的三十七号，虽然一楼已经是非常的破，但是照样会当看到店号零星分身。店号上边是飞雕，几啊张实物伫个遐摇来摇去，也毋过并毋是咱常看到的对称的图案。店号顶面的窗啊，佫较是设计师用尽了伊才艺重点。三线茶窗啊，一律拢是四角形的，亮点是伫窗啊的顶部。每一扇窗啊的顶面形状拢相像，但是木雕却无像。细细迄字形内面，对明的飞鸟，大开的花蕊，上上立立的人物，静中有动。甲我的相款，既富装饰感，又真有观赏性。等下啦，我拄只行过来先看到这路牌，讲这条街是叫做番街，为什么叫番街？是因为是番的吗？这条番街是东西番宽，从东甲南，伊也四条街路，啊从西甲北。伊也四条街路，哦，是对应的。哦，啊，对应四条街路，这条环节的作用是啥物呢？来某一个分散，或者人员的这分流，起这真大作用。啊，所以这条环节啊呢，顶端是你卖得啦，中端是你卖分酒，后端是你卖在农机产品。哦。啊，所以这条街路起一个，八条街道之间的。人员分流的起一个作用，所以叫环节。是，佫真可行吼，你的安排。所以当时布局非常好哩。但是啊，听你介绍遐尔久吼，我发现讲，咱这个老街应该已经是非常闹热了吼。那即阵我感觉讲，人会较少哩，而且这店面是毋是也比以前少啊？我非常想要看卖有以前的这老店无，你会当带我去看卖无？哦，现在这老店在古街吼，已经为数不多啊，啊，佫一间已经有。七八十年数的电视台团栏的金表店，哦，哦，啊，你前面的火烧鸡，我带你来看看。好，来，啊，来行。陈先生，这间伫个火烧鸡的老式的金表店是非常的有名，厦门、漳州、泉州、金门等地的真侪古董精收藏者，拢会来找这位老师傅修理金表。在一个老式的工作台顶面，老师傅用手内的一张尖锤，将右家亲像头毛丝的零件一一的恢复状态，了后重新定位，动作是遐尼啊熟练。你好，我是厦门卫视闽南通诶，是陈贤介绍我来诶。介绍我看你这间店应该开真久啊吼。阮老爸以前做的是公家单位的手面师，差不多五十年，五六十年。哦，已经有五六十年啊。我是自小毕业十三岁就开始入来这地啊。为十三岁到即阵？差不多要五十年啊。哇，基本上。
大半世人计甲这个修理这个钟表来拍搞的。哎、欸，那是啊，是啊，是啊。是是是。那你当时学这时呢，感觉讲真困难袂？啊，袂啦，这人人的兴趣，啊，我属于啊爱兴趣讲，这机械顶面的机械。嗯，我感觉讲。修理这款吼，就是真正是目睭得真尖，然后这手啊，就非常的灵。啊，要是就这个灵较对。哦，对对对，继续你讲的对，对头壳灵。继续我甲你问一下吼，啊那咱这修理钟表，你有拄到过什么较有意思的代志无？有啊。哇。那老话真假出声音哦。哎，是啊，是啊，是啊。哇，观众朋友，你看，哎，是啊，要是水无价值嘞，还有骨较价值，要一个啊有十几万。但是证明伊的质量是真好。我拄才你来过，以为讲后壁只是摆咧水尔，无想到真正即阵阁会当报时的。啊，真正质量好，要是像这款德国钟。哦。会当看卖袂？哎，可以。哎，可以。啊，德国钟哦，报起个个。哇，观众朋友，您看，这只太幼了啊！都跟厦门海关的报也没像。哦。十五分钟报一道。嗯嗯嗯。那这款伊的用的这性命是真长，是不是？不，这个啊，照个判断的，要落去有你一百年。这个有一百年的历史啊！哇，但是看伊质量太好。对啊，但是看伊内底这机械吼，看伊的这個。啊，伊有诶去提去量修理的吼，齿轮拍歹，啊有诶人拍无去。嗯嗯嗯。啊来，我着齿轮无去，我着去检查，去做齿轮。啊，修理这款也真了工袂？啊，了工啊，反正先齿轮甲倒甲做以前相共。哦。哇，给救活起来。是啊，我咧接着报废啊，落去垃圾桶呀，你。是是是，搁做伊形象咧。即阵是讲安尼做，就是讲共做甲会好势啊。啊，互人讲安，人提起去用，会用好用啊，一步一步。嗯，用啊真久。哎，安尼咧，甲你会真爽。嗯，是是是。啊，你像啊有诶顾客吼，甲人提来修理讲。伊是古董商呢，啊讲客啊，你凊彩甲买买就好啊。嗯。我这个我也无学，你客来物件我一般无拆起来，无修理较好势，我唔好人。嗯。啊，你若要叫我凊彩来创创的，叫我共骗人的，我做袂落。我就真有钻研这技术性了，对。嗯。证明你吼真聪明，而且对这个有兴趣。一般甲这款机械有关的，你计无问题嘛？无问题，无问题。虽然现在站在白水老街顶面已经真恶看到曾经的辉煌，但是这坚守的老店面和老旧的路卡去的店号，却是在向后人展示着那段白水人骄傲的历史。来到白水老街，有时啊会让人赞叹，也有时会让人叹息，也不过更加多的是怀旧甲伤感。时代咧发展，大浪淘沙，真自然会有一寡物件被淘汰，这是历史的规律。白水老街辉煌可能无法度重现，但是老街留予大家人的一切，是大家好好保护的。今仔日来到白水老街，发现遮建筑拢是冷战的。下骹是店面啊，顶头是徛厝，这街路画画人嘛无多，会当人算是单身起家老街当中啊，比较较安静的。一开始呢，来到这白水老街的时阵，我无啥物特别的感觉，也毋过一路安尼行过来，了解了解历史文化以后，感受着伊平凡煞无简单。好，观众朋友，今仔日的闽南通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如果您有甚物想法，想要来跟阮交流，或者是对闽南文化有甚物感兴趣的，拢会当人关注阮南部的微信号，也够单身离谱。好，观众朋友，咱下一期节目再会喽。